人生漫漫长，不是被套路，就是在被套路的路上。你走过最漫长的路，绝对就是我的套路。欢迎收看每周哈一下，今天要哈什么呢？套路人生常常，不是我套路你，就是你被套路啊！难道今天要来套路人吗？没错，而且今天要被套路的人就是你哟、哦！啊，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一段？没错，就是要整你，就是要搞你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赶快开始吧。第一题呢，子燕，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太阳？我不愿意。不行不行，重来重来，你要说你愿意。好，重来再一次。好，我愿意。那请你与我保持9295万公里远。好，我走，我走，我不录了，走开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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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拜拜。好啦好啦，你留下来，我不想自己录完这一集哈一下。第二题，子燕，你今天有用我的电脑吗？没有啊。你真的没用？没用，我真的没用。你没用？你才没用，你全家都没用。完了，我被他破梗了。你以为我活了这么久还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吗？好吧，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三题。我变一个魔术给你看，能让你忘记你是一只狗。好。好。啊什么？不是吗？你不是要变魔术吗？我在等你啊！你是一只狗吗？我不是啊。那你要啊？那我要问什么？我要讲什么？就是正常来讲，我说我变一个魔术给你看，然后你哎、欸，我不是狗啊！对呀、啊，你还说、欸、我不是狗、欸，对耶？还是我现在已经被套路了？我正在被套路的路上。你是另就是另类的被套路。哦天哪！我想说我在等着你的魔术呢。下一题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瘦不下来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看见你就受不了了。好喜欢哦！ 你喜欢这个吗？心脏漏了一拍耶，真假的？太撩了吧！你喜欢这种土味情话是不是？土味，对，越土越 local 我越爱。好，第五题是，以后我不养小猫跟小狗，我养你。真的吗？没错，因为养猪会发家致富。最后一题，今天你在沙漠快要渴死了，有两杯水，一杯是尿，一杯是馊水，你要选哪一个呢？我可以都不选吗？不行，你一定要选一个。那我选，你要渴死，我要渴死了，那我选馊水。你为什么不选两杯水呢？有水是不是？我刚刚说你今天在沙漠快要渴死了，有两杯水，一瓶尿。OK， 哇，好会啊，给你拍拍手呢。太过分了，今天都套路我，你我下次一定要找机会报仇。哈哈哈，那是你的智商还不够高，谁叫你在古墓奇兵都冲康我。哎、欸，没有啊，你是新来的嘛，当然要垫一下。人家观众朋友才没有被我套路呢。好啦，那你还知道什么高级的套路法吗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。那每周嗨一下，我们下周再见喽，拜拜。哦，烦死！每次下班前来叫我做这个做那个，每天忙到没时间吃饭，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摊子。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？所以你需要的是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，从总体经济、股票分析至根本，最的实地走访产业，理财周刊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。加入理财周刊，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。